民间道教信仰的中元节，恰巧跟佛教的盂兰盆节是同一天，所以大家长期误认中元节就是盂兰盆节。但其实两者由来是不一样的哦。盂兰盆节源起于佛教《佛说盂兰盆经》，经中记载，佛陀弟子目犍连尊者以神通观察，看到母亲在恶鬼道，皮骨连立，便运用神通化泄一波饭给母亲吃，但饭到母亲嘴边就变成火炭。尊者非常痛心，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尊者只好使出大绝招，就是请示佛陀。有佛法就有办法。佛陀开示，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准备上好贡品供佛及斋僧，凭借三宝威神功德，尊者的母亲弹指间就超生到天界去了。盂兰盆法会以佛法的加持力与施食功德，让普渡更具力，众生得以真实消灾解厄，招感吉祥。